是助长角朱印，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台湾朋友 Jelly。 他温和而亲切，好帅，学习也好，唱歌也好，喜欢运动，所以他不上课的时候就去健身房。最近他很幸福，想知道哪个理由吗？告诉大家我们的活动，那样你也会知道的。我们去了三井东学员站、学校后门灯多样的地方。每次这里给我们介绍新的台湾朋友，我们去过台湾小吃，也拍了很多照片。他还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中文，我们感到非常幸福。嘿，这里希望能在韩国愉快地度过剩下的时间，不要忘记我们的时间，我们一定会去台湾找你。我们见到你很幸福，谢谢 Jelly 和台湾朋友们。以上是吃喝玩乐，拜拜 Jelly。